受到就是最近这个新股市场气氛比较淡静的情况影响，最近交股的新股他们的反应也是不太理想，很多也是没有一个足额的认购的情况，但是呢，其实国际投资者看的也不是就是上市后首天的表现，他们主要关注的就是哪些公司投了之后长期的前景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的空间。所以呢，我看哪些国际的机构投资者他们会比较内心的持有这些公司的，所以如果看到他们有就是对这些新股有一个比较大的兴趣的话，我也觉得不太意外，因为他们不是看一两天的表现如果是有一些国际投资者去投这些公司的话，我相信对它个股的反应还有就是股价的表现应该是会带来一些支持的。